听了您的那番解释，我应该说您对于历史的描述，尤其是从晚清到民国那一阶段的历史描述，平心而论是比较客观的。我也突然发现我和你没有什么分歧，所以我这地方说不出什么能够来批评您的地方。我非常支持您的这个主张，就是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淡化历史，注重现实，我们要淡化民族问题，注重制度问题。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淡化历史，那么我们仍然要记住的是，在1949年前，也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政权统治西藏之前，西藏是什么个状况，这个历史我们无法淡化。因为我们如果淡化了的话，我们的现实政治问题就失去它的根了。那么在1949年以前，西藏的现状是什么呢？张教授说的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它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。尤其是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军入藏之前的这38年里面，西藏有自己的政府，有自己的军队，有自己的税收系统，有自己的法律，有自己的邮政发行自己的邮票，有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，有明确的对外界限，国防界限，有明确的关口，有警察，有监狱，有一个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几乎所有一切。所以说国际藏学界公认的1949年前的38年，有人说40年，有人说38年，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，这一点没法淡化的，这是没法淡化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实政治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坐下来谈的时候，我们汉人和藏人，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代表要坐下来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淡化这个，我们注重现实问题。而现实问题是什么呢？现实问题是如今的西藏，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的，西藏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必须加以占领，加以改造。今天的西藏是一个被占领、被改造的这么一个现实政治。